六祖慧能大师讲的明白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？他这两句话是讲清净心跟平等心的。清净心不染，你心地清净，毫无牵挂，所有一切牵挂的事情统统放下，心里头本来无一物啊。以这样清净心，一心念佛，一定要明了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全是假的，我们自己身体也是假的，这正是所谓借假修真的。哪是真的呢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桩事情是真的，除这一桩事情之外都是假的，我们要认识清楚啊！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，赶快修啊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以清净心念佛，放下万年是断一切恶，清净心念佛就是修一切善，自己有把握了，全心全力劝导别人，也要事先给别人做个好榜样，那是善中之善啊，没有比这个善更大的了。不仅学佛的人看到了，启动他出离之心啊。在多元文化里，没有接触到佛法的人看到了，他也会动心，他也会回头，也会认真来学习。这岂不是佛家常讲的普度众生吗？西方净土，我们去往生就是去移民啊。条件是什么？这大家读净土经的都知道，要断恶修善，要转迷为悟，要心净则佛途径。真正的条件是清净心啊。由此可知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是积功累德。我们常讲放下万缘，这个万缘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，烦恼习气啊，通通放下了，恢复自己的性德。凡夫在一生当中，要想证得无上菩提，只有一条路，念佛求生净土。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就可以落实在我们现前的生活当中。一切善法是什么？老实念佛。什么叫修一切善法？身心世界一起放下，不需要再牵挂放在心里。你只要牵挂放在心上，你并没有放下。你现前，你还有很多的产业，你还有很多的资金，你说我要念佛要走了，我得要交代给哪些人，让哪些人去继承呢？让他们去做些什么事情？你要有这个念头，这个举动，问问你放下了吗？没有放下了。真正放下了，一切随他去，与我不相干了，那个心才叫真正干净。我走了以后，我这个房子要交给谁？我银行存款要交给谁？要去干什么事情？没放下了。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通通具足啊！这样人念佛能不能往生呢？大有问题。所以经上教给我们，应无所住，现在就无所住，现在就没事了，你的心才清净，才能相应，你那一句佛号才叫做老实念佛。心里头还有牵挂，还有许多念头在，
不老实啊。那么诸位要以这个标准来观察了，那个老实人真的就太少太少，真正是凤毛麟角，非常稀有，非常稀有的老实人啊！希望我们自己就是的，这是真正了不起啊！通通放下，利益众生之事，那是佛菩萨的事情，一切佛菩萨安排啊，我们不要操心啊，我们操一点点心就不老实了。佛菩萨如何安排呢？佛菩萨无念，世上一切事感应道交，做得圆圆满满，一丝毫缺失都没有。佛菩萨心中立下地念，这是一切善法，这个是没有一样不善，只要能立下立念，没有一样不善。可以说这个世出世间所有一切善法，你就通通圆满，圆修圆正，心里面想好事情，想的再多还漏了不少啊，还有好多你还没想到啊。所以你看看，一切放下，清净心现前，这个善就圆满，这样才能够与诸法如意相应。否则的话，心里都还有念头在，一丝毫念头在，就不相应。那么念佛真你修，除了念佛之外，放下万缘，一起佛号，放下万缘是住。说得更粗一点，断恶修善是住修，真念佛号呢是真修。弥陀经里面给我们说得很清楚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念佛是善根，断恶修善呢是属于福德，善根是真修，福德因缘是助修。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断恶不放在心上，修善也不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没有其他的杂念，没有其他的妄想，这决定了我生。断恶修善行要不要做呢？要做，这是护持佛法，这是普度众生。